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 A 的话哈，是由这四个元素所成集合 ；B 的话由这四个元素所成集合。他说，假如哈 A 等于 B， 啊，而且的话哈 ，S、Y、Z 呢都是自然数，我都是正整数的。那么 S 加 Y 加 Z 等于多少？那么一看的话哈，这个集合的话，这个是对称的。那对称的话，所以我们解出来的话哈，你可能解出三个数字，那这三个数字的话，反正加起来的话呢，都是同样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哈，这两个集合既然一样的话，所以这个集合了哈，这两个集合一样，它里面都一定含有八跟一啊，哦，一定都含有八跟一。那我现在就假设说哈。这 x 等于一啊，当然你也可以假设 y 等于一，假设 z 等于一，但是你解出来的那个数字哈，三个数字的话哈，轮换以后的话哈，都还是一样的，就是你不论你定 x 等于一、y 等于一、z 等于一，解出来的三个数字加起来以后都会是同一个数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假设 x 等于一啊，那如果 x 等于一的话，那么呢这个就等于多少？八。一 y 进嘛，啊这是 a， 啊会等于 b 的话是多少呢？一 s 等于一嘛，这 y， 啊这个是gy，s 等于 g 啊，这样子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哈，这里的话其中有一个会是等于八，那会等于八的话，那哎呀，这个 y 跟这个 y 是一样的 ，z 跟这个 z 一样嘛，所以我们这个就拿掉 ，y 就拿掉，所以 z y 的话会等于八，也就 y 进哈，会等于八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它可能是多少？可能是一乘八。那一乘八不合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如果是一乘八的话，那么 y 哈就跟什么呢？跟 x 就一样的，哦。那 z 的话就等于 8， 那就变成是只有两个元素而已。那这里的话呢，它的话，它说 s y z 是相异的正整数，那既然相异的正整数的话 ，y 的话就不能等 x， 所以你不能定呢，所以它的解一定不是1乘 8， 所以只能是2乘 4， 啊或者是4乘 2， 那4乘2跟2乘4解出来的话，你把它加起来还是一样的。所以就得到什么？得到哈 x 哈 ，y 进哈，等于多少？等于是一、二、四啊。啊，当然你说，一、四、二也是可以的，那加起来还是一样的。所以就得到哈 s 加 y 加进哈，等于是一加二加四，等于多少？四、五、六、七。所以答案是七。